这是到大家能记住、能学会，再往下面走啊！大家都不要着急。好，现在跟着我一起来啊！好，咱们做下热身运动，左步向左跨半步，两手叉腰。现在做头部运动，走。一、二，左、右、前、后、左、右、前、后、右、前、后、左、右、前。后、左、右、前、后、左、右、前、后、左、右、前、后、左、右，好，把头摆正，谢谢。往左边转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摆正，先往右边转，好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好，把头摆正。好，手放下，准备运动。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腰，先做腰部运动啊，右转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。左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再好，这个手腕啊，走，往前转，往前抬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然后往后边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把手撑开，好，握拳，右肩撅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九、十，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19、20，然后再快点发10次啊！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是。放松，用劲甩，好，放松下来。好，把手抬平，走，飞，下飞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17、18、19、20，好，好，咱们还是叉腰，抬起左腿，理禅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放下来，提起右腿，好，抬起来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放下去，再抬起左腿，外缠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哦，九十，做这个动作，如果有些年纪大的话，你可以煮点东西是吧？煮个棍子或者按住什么东西，你可以这样做啊。有的上年纪，你要年纪大了站不稳了，就可以按点东西啊。按住它，然后你再做。好，现在咱们来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好，咱们再搬去。左腿，搬起左腿往上搬，好，放下来，看右腿，好，右腿的膝部先稳住一步，稳一会，然后再。按腿，好，然后再搬后边，再接，搬着后脚尖。好，再放下腿，右脚，好，放下去，哎，好，然后再。蹲下脚跟，好，脚尖着地走，起，起，起，退，起，退，退，好，擦下汗啊！好，咱们好，腿部放松，好，往里打。好，把手指往上伸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
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9、20。好，可以，咱们可以往下游啊。好，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20，好，起来，好，咱们下蹲蹲下去啊，两手垫在这脚里，好，自己放，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好，起来。好，再跳下啊！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20，好，好，两个手，现在，哎，啪嗒啪嗒口，哎，轻一点拍拍啊。好，然后再走到下边，耳朵垂。好，现在开始往下拽，拽着耳朵往下拽，不要动啊！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。右手拍左，一、二、往下拍。现在左手拍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
然后呢，把这个揉这个小肚啊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倒过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好，现在两手拍拍左腿啊，两手拍左腿，从两侧往下拍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个在两侧啊，好，看看右腿，好，走。
你们是左边，我坐是右边，跟你是一样的。哎，好，现在立正站好。好，大家都跟我说这个武术的礼节。左手掌，右手握拳。好，放下。好，咱们这个动作做三次啊。好，走，敬礼。放下。敬礼。放下。好，咱们开始起势。走，一下蹲，二左脚跟起来接接着地，三再接向左跨三步，四移重心，把重心调整好，下面金刚倒背。好，两手慢慢抬起，二随着气往下按，呼出去，呼出去。好，三左，我现在给你做是一蹦囊，我不往左了，我给你做，我要是做左边。咱们做的动作就是翻的，我现在要给大家做一蹦一样的啊，来左横，好，然后走右转，同时以右为圆心，以左为圆心。好，然后提腿开步，前旁，哎，注意啊，我做是翻动的，跟你们做是一样的啊。要不是我要正确动的，就是这个腿了，是吧？为了大家看的方便，我练是翻前。好，然后走上步合手握拳，好，起放松，然后再起对，这个起势，金刚倒背，咱们再来啊！好，起势，一下蹲，二好，咱们继续开始。起势，一下蹲，二，你们做左，我做是右啊。好，开步，移重心，站稳，金刚倒退。一，两手抬平，二，往下按，两手按在膝盖上边，好，走，左旁，好，手指向后，右转。
提腿，开步。好，上步，上手，合手，握拳，左手握右拳，起，对，哎，放松下来，把气沉下来，气不要往上腾，哎，随着气往下沉。放松下气沉丹田，好，好，咱们再来啊，起势，一，二。三、四，金刚倒对，一、二，下按，三，左旁，四。右转，五，提腿，开步，左手向前旁，好，腿和手一块上，合住。握拳，放松，起，对，好，这个动作做完了，哎，给这个字写完了，好，咱们继续接着写啊。起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金刚倒对，一、二，随着气往下按。三，左旁，四，右转，右旁，好，提腿，开步，转腰，前旁。好，手和脚一块上，你看左手就别动，正好合住，握拳，上，放松，起，对，好，好，我转过身来，咱们一起再坐下啊。好，起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金刚倒退，一、二，下按。
再重心，重心右移，两手左横，现在重心应该在右，不要往左边放，也不要移得太腰腰摆照。好，手指向后，左脚你看左脚尖里扣，里扣，右脚外开。好，这个右脚扎实，身体下沉。好，然后头眼睛往前看。好，同时提起左腿，向左斜方开步。好，手指向后，左腿弓。左手旁，左手在左膝盖的上边，右手呢在右膝盖的上边。左手横着不动，右手和右腿一块上，哎，一块上，点右膝部，好，点右膝部，好，握拳，左手，右拳。从上往下放松，伴随着呼吸，起正，好，好，咱们再坐下啊。好，起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金刚倒退。一、二，下按。三，来重心右移，就是一转腰，一转腰就行了啊。右移，两手左横，都死手啊。好，手指向后，来左脚里扣，右脚尖外开，外开，拉高以后脚放平，身体下沉。好，同时眼睛往前看，提起左腿，向左斜方开步。好，手指向后，往前移重心。好，上步上手，点右虚步，右手握拳。左掌放在肚脐下，好，放松，起正，好，来，咱们再做一遍啊。好，起势，一。二、三、四，金刚倒退。一，两手抬平。二，下按。三，重心右移，两手左横。五。手指向后转，左脚里扣，右脚外开，转过来以后脚扎平下沉。好，眼睛往前看，头摆照，提起左腿向左斜方开步。
顺手前旁，左手不动，右手右腿一块上啊，好，一起上，握拳，放松，起，正，好。好，大家看看有没有，是吧？还有什么？哪些没教到了？哪些是吧？没教到了，大家可以提提意见啊。好的，大家可以举手提问啊。下面是 Angela 提问。问一下，在全程当中是膝盖都是有点像马步的弯曲的吗？还是可以直伸的？没听清，你说哪里弯曲啊？右膝盖，你在就练的过程当中是全程都有弯曲的还是？应该是略有委屈，弯曲一点。但是年纪大的话，你就转过来就行了，因为他这个膝盖他可能支撑，就是根据年龄不同，是吧？也有不同的要求。就这情况下，你能够去蹲呢，你就蹲下来，是吧？如果你不能蹲呢，你就是吧高一点，往下，往手往下的时候要。你自己有时候在下面都可以是吧？可以直的体现一下啊！你看，吸，先把这两个动作上下。对，上来动一下啊！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可以在下面多练一练啊！好，谢谢陈老师，谢谢陈老师。不行。好的，下面这个华为 P9 请提问。谢谢陈老师。我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在您这个热身运动过程中啊，有那个像是抖腿是吧，两边那个是怎么做的啊？它的作用是什么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城市太极拳的是叫什么名字？谢谢老师。先一个来。第一个，你是热身运动怎么回事啊？那个抖腿啊，那个抖腿那个是怎么做的啊？是什么有什么作用？啊，你是蹲下去的时候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你站着的时候，那个两个腿啊，就是在抖动。哦，那等于你这个腿不放松，为什么是腿不放松运动？整个身体，它不光是腿，腿一活动，你整个身体从上到下它都会放松，然后这个下行会。啊，我看你做的挺自然，我做的时候好像就是很僵硬，是怎么个做法？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你肯定两个腿不当家嘛，不协调嘛，就跟练太极拳一样。现在咱们练太极拳就是协调你这个。这个肢体运动是吧，手和脚还不一家了，就练多的话它就会协调了。这个不是大问题，这是很正常的，高血都是这样。是抖动于什么地方？是膝盖部分呢还是大腿啊？你说膝盖是放松往里外打，膝盖是里外打。你们自己你就是坐着也行，坐着里外。里外打，你也可以碰着这个膝盖，啊，哦，好的，你坐着也行，也可以站着也行。刚开始你可能做的少一些，等慢慢练多的以后，练多以后你就会，做的很自然，很放松啊，是吧？你会做的很到位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因为你这才刚练两天嘛，一切都不是问题啊，咱们只要天天坚持练。在学的时候练习，然后就是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早晨晚上，有时候你起早了是吧，都可以练。真是累了也可以练啊。
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咱们现在跟你学的这个拳呢，是叫什么名称呢？现在学的就是陈师太极拳，老架一路，也是大架一路。整个因为现在国际上全球练的几乎都是这个大架，就是最普及的这，因为它舒展大方，拳姿非常。是吧？非常好看，也非常柔和，也非常舒服。啊，因为我在网上呢查了一下呢，有这个每一个就说拳啊，拳种都有很多类别。然后呢，咱们因为是抽血，就这一个是适合咱们抽血者吗？有点乱，我听还没听清，有点乱。我不知道有另外什么声音，我是说那个这个陈师太，怎么小孩子声音啊？管老师，你看是谁的声音？谁的声音？看了他自己的麦克，他自己的麦克。那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们家没有小孩说话。OK， 我就说我们因为是抽血，那您现在这个陈师太极拳有很多种类啊。您现在教的这套拳是不是适合我们抽血者？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53。啊，53，那也是适合，因为咱们不需要练太多，咱们也学练10个动作、20个动作，是吧？16个动作、15个动作都行。好的。都可以了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因为他一个动作跟练完也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就是他时间有的动作比较多嘛，他有七十四个动作。其实好多现在就老年人或者上点年纪练个十几式，哎都行，7、8式也，因为在咱们这里的一日游嘛，有的一日游、2日游、1天。哎，一日游了就学一个金刚倒对，就学这个起势金刚倒对。如果有3、5天了，就根据他这个时间不同，可以多学些动作。咱们是吧？主要这，比如说你在哪了，或者是怕这个碰住哪里，这样害怕有点不安全吧？是不是？自己慢慢掌握住，叫他哎往下沉，呼吸沉。不要叫它飘，不要叫它很飘起来啊。今天往下是有点飘起，有点飘，是吧？一站一会它就跟它乱动，跟它飘一样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这样的，是比较，还也是比较稳定，它会有那个往左往右，对，最后第二次的时候它是这样，就是往左往右有一些运动之后呢，会有那个弯膝的动作，弯膝到最后就是在地上是回到打坐的动作了，就开始，我就开始有静坐了。你以前练过静坐是吧？对，练过几年静坐。哦，那可能是你这个静坐这个功夫太深了，可能会不由自主的把你的静坐着带到这个站桩上了。这样子，没事，你掌握住，只要安全就行啊，安全就好。对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好的，谢谢陈老师，非常感谢。啊，好，继续跟你学下去。再见。好的，谢谢啊。下面请这个 iPhone 提问。你好，陈老师，谢谢您啊，我想问一下。就是我们做这个金刚倒坠的时候，左棚和右棚，左棚的时候您告诉我们说重心往右移了，转到右边了，那么我们棚到位的时候呢，棚到最后定位的时候呢，重心有没有左移，这是一部分，然后呢我们右棚的时候呢，重心呢到了左边，最后呢右棚完了以后呢，重心是不是到了右边去了，因为跟一会儿我们就要往前踢腿出去了，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细节，陈老师，谢谢你。对，这个你现在记住，就是往左棚的时候重心在右，
因为他这个，因为他重心他是你一直动，他是一直在转移的，是吧？然后往右转的时候，重心在左，过来以后放松，然后重心慢慢再移到右。你重心不移到右，是吧？你这个左腿怎么抬起来了？肯定要移到，把重心移好，移到右边，移好以后，你才能抬起腿，然后再开步。一定要转移的。我的主要问题就是说，这个重心移的时候是棚的过程中间移过去了呢，还是棚完以后分开移的？哦，它是要分开的。比如说你这个你开好步了是吧？开好步了，然后把这个嘴背往前移的时候，这个手都要给它做好，然后来转腰移重心，先转腰，再往前移重心。好，谢谢陈老师，谢谢陈老师。不客气，慢慢，你这一次不很清楚，到下一次再练的时候，你就会，这非得实践。这个练太极拳，它是肢体运动，一定要实践，是协调。你做多了，它就协调了，是不是？跟写，这是就是跟写字一样，你写多了，哎，你想怎么抒发就怎么，是吧？现在还是做的太少，刚开始啊，没关系，你再有几次练的肯定会练的，大家都练的都会很好的，这个都不是问题，现在这一系列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啊。谢谢陈老师。嗯，不客气。好的，下面看看谁还有问题可以接着举手提问啊。好的，下面请魏军提问。魏军，请打一下你的麦克。啊，对的，啊，好了。陈老师你好，非常感谢你能来教我们打这个陈氏太极。但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金刚倒坠的时候，那个右手抬起来能高过这个高度是多少？比如说是高过头部啊，还是在脸的这个眼睛这一边啊，还是在什么地方上？我想问一下。一般情况下就是不超过头，不超过头是吧？你要放松。嗯。好的，好的。嗯。嗯。因为这个尽管是在练中间，他是这样要求的，是吧？因为你到正儿八经你到积极的时候，你是要按一般情况下，哎呦，这个打太极拳几乎不超过眼，不超过头。比如说你要在积极的上，那好像有些人比你高的话，那你肯定他要超过头，是吧？这个他都是根据变化。啊，这个练的时候练太极拳尽量不超过，是吧？要超过头的话他就不舒服。哎，练的时候尽量在眼下边或者不超过头。嗯嗯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嗯，哎，不客气。好的，下面请这个 Angela 提问。好的，谢谢陈老师，也谢谢主持人。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陈老师，就是左或者右盆，现在就近距离的时候，你能够示范一下吗？左盆右盆的动作。啊，左盆右盆是吧？对对。现在要是你看一下啊，你下按，然后你两手从下走上弧。这是左盆还是右盆？对，这是左盆。就一边掌心向下，一边掌心向上。对，其实他这个动作，他在技术上他都是在护身，他都是在护身。你看两个手始终都是在护身。好，然后你看手到右盆的时候，你看手指向后，好，你看左脚尖里扣。然后右脚外开，还要以左为圆心了，以左为重心，
打开。其实他这两个朋友几乎是一样的，就在玉米的香、啊、这个打开以后，哎，动作会大一点，稍微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说这个胳膊的弧度要会大一点，是吧？你左膨了，它会现在到右膨的时候，它要打开。你看这个肩要打开。那这个肩的就位置展开是与肩平行吗？你说什么？与肩平行？啊，你说这个手吧？这个胳膊它都是对，它是跟肩是平的，不要太低，是吧？一定要膨平。膨紧，你膨得太低，它就比较膨紧了，是吧？一定要膨起来，几乎跟肩，你看肩平，它不管拉哪个动作，你看它都是，是吧？你看走哪个动作都是以肩，你看平展。好的，慢慢练一段时间，你都会清楚了，因为刚开始可能是吧，还是动作协调不了啊。行。因为刚开始就想要一个标准的动作是在哪里？刚开始也想练标准，因为你这肢体还是协调不行，你肯定练不了那么。非得练个几次以后，你才慢慢哦，原来你才能练是吧？才能协调好。嗯、好的，谢谢陈老师。不客气。嗯，那个。那个这样吧，陈老师，这国内这都十点多了，你要这一个多小时也很累，很辛苦啊。你那个啥吧，你去洗手间早点休息吧，啊，陈老师。好。回头了有人有啥留言，到时候给你到群里边，大家有啥问题了，给群里提问。行。问你行问你问。好，大家有什么意见？有什么是吧？不理解的都可以在这个微信上嘛。在那、啊、太极群一二三群都可以，四还有五群都可以。好。嗯，陈老师都在。好，那就好，咱们。好，那咱们结束也要做一个这个动作啊！好，大家再见。再见，好，好的，多谢陈老师。